2019法兰克福车展保时捷911 Carrera 4发布。7月底保时捷发布了全新911的入门版车型911 Carrera，让992系列新车产品线逐渐趋于完整。在刚刚开幕的2019法兰克福车展上，保时捷正式推出了新一代保时捷911 Carrera 4系列车型。新车将搭载 3.0T 水平对置六缸发动机，并增加了一套四驱系统。外观方面与两驱版本没有太大差别。911 Carrera 4尾部不再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，配备矩形两出排气尾喉，而性能更强的 4S 则为圆形两出排气。此外，保时捷911 Carrera 4车型还配备了保时捷主动悬架管理系统，可提供正常和运动两种驾驶模式。